大家好，哎，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我们的话题。首先呢，感谢杨医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边呢和大家见面。谢谢大家，谢谢杨医生。谢谢医师，你答应我一起做这个播客。早安，大家好。哎，是，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六早上11点，我是在做这一个播客，叫做健全人类，通过人的健康，像花瓣这样子，我觉得健康有六瓣，是什么瓣呢？身心灵、精神、气，还有连续。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照顾到这六瓣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欢乐安康的生活带给我们。然后我怎么遇到黄医师呢？黄医师是帮我调理我的身体，因为我上焦下焦失调，是他帮我调理的。Then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我也是在大马针灸骨伤中医学院那边学了针灸，我本身也有学气功，在这样的话，我就跟你有很多话题可以谈。就我们谈谈谈，我们就想，哎，要不要我们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东西呢？就是今天你们看到的成果。我介绍一下黄医师。黄医师，就是他，从行已经40年了，他也出过两本中医书，已经断字了。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叫中医再重新再刊登这个书。他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可以跟中医师谈的话题呢，可包含太多太多了。他有兴趣医学，他有兴趣武术、书法、静坐、气功、紫微斗数、唱歌，他有广泛的兴趣。然后今天我们来谈是谈中医学，但是中医学也是一个很大块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就谈一谈湿气。为什么谈湿气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影响很多人生活的一个东西。我本身也是我是湿气多的人。然后，缠绕大部分人这个问题，我们就让医师今天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医师可以问你一下，湿气是什么来的呢？是啊，其实谈到这个"湿"这个字眼哦，我所理解的，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书跟那个《难经》也好，一些书本上的记载，它都是很早之前就出现，告诉我们医病呢，要从这个六气，湿气呢，刚好是六气之一。所以我的理解呢，其实看病呢，到底是要看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早期的中医师都很强调，第一这个六气，就是风寒湿燥暑火，然后从这六个字里面呢，它又延伸到我们的六经。六经当然我们从这个字眼里面去了解呢，它是有切阴啊，然后有这个太阳啊，有太阴，那有六个字里面阳明啊、少阴啊、这个少阳，所以这个六个经里面跟六个气里面，其实祖师这方面很强调，怎么样把这个六经六气从身体里面去收集这个资料，然后我们就说，本看病呢，古人就很强调，看病是为本，本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湿气之一呢，就是本。但我们来讲有本跟标，本呢就是你本来的六气的问题之一。然后谈到标的时候，刚才我们讲这个经脉的问题。当然，在中国古时的社会里面，最早出现这个湿气的字眼呢，我们就要追溯到远古的社会。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易经》一本书，而且也听到很多这个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
当然，这个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到，我们学习中医的时候，往往就是忽略了这一块，以为这个东西是跟算命风水有关联，不是我们中医本身要学的这个知识，所以呢，就有点好像错过了。我的看法就是说，怎么错过呢？就是说，老祖宗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先圣先贤告诉我们。医病呢，是要从这六个字里面，六气跟这个本标上面去看病呢。只是我被这个字眼啊，本啊标啊六经六气呢，古人是留下好像一个谜啊，给你猜，那个谜底里面是什么学问？那整个这个学习中医的过程呢，往往这一块呢。大家都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打开书问看，看里面全部是文言文，文言文的时候，它那些知乎者也那些文言文的字啊，太多了，我们看的是可以说是满头雾水了，加上他点到为止，他就跟你讲，我强调这个六气强调这个标本，然后其他东西我跟你讲。你怎么样去进一步了解呢？后来我在想，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伤寒论》里面有一个《伤寒论》是一本书了古人呢，张仲景啊，已经写下了那个条文，他就提到了太阳之为病，脉搏强相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在讲这个六经之一的太阳。他没有跟你讲，我是得了什么病，所以变成这个杀出来之后，那个太阳这个字眼跑出来之后呢，我们的从字眼上面没有接触过中医的话，我们去看这本书，哎，太阳讲什么？天上太阳呢？还是讲什么？我们就无从了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卡住了在那边呢。我们讲这一波深入了解呢，大家都打退堂鼓了，就是很辛苦了。所以我的学习的经历呢，告诉我的方法是对的，因为我学习中医之前呢，我是学习易经的，所以从易经里面让我了解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其实卦象也给我进一步去理解古人讲的那些六经六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到。我的学习的那个路线呢、方法正确，所以学习起来呢就有点收获。加上我在95年、97年的时候呢，我写了一本书，就是刚才讲过的《易经》跟《中医五大经典》这个《中医五大经典》里面呢，就是我把这个《易经》的概念呢，怎么样结合到我们的每一本书里面的那些看法跟内容了。结果呢，我发现到，当我写完这本书之后呢，原来我是在做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谜底解开，然后把古人所讲的东西呢，我全部浓缩到一个《易经》里面的先天八卦。所以呢，我后来发现到哈，原来我们学习中医的路线呢，如果你是熬了大天，你到最后你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我从这个《易经》里面的先天八后天八卦里面切进去的时候呢，原来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到，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在医病上面呢，我发现到我遵循古人的原则，在医病过程中呢，我就医六气跟六经，而不是医病。当然，我们的看法是，发烧咳嗽里面它是一个症状，症状，对。但我进去的是什么？谁在制造这个发烧咳嗽出来的？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刚才提这个六气之一，就是这个四还有我们的这个风寒湿燥暑火这六个字里面呢，我们是要去找。这个根本的本的问题，所以后来我理解到，
我一病啊，病人进来了，我看到拿着拐杖进来，然后他讲了很多，跟我讲了一大堆故事啊，我是做过 MR 做过这个检查啦，你这个药具的问题啊什么之类的，我说这些我听，把我看不到，把你讲，我也不懂怎么去调，讲那些医啊，所以我后来发现到我从六七。风寒湿到水果里面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星期之后呢，他可以丢掉拐杖直接走进来，然后他就讲：“我今天我终于遇到一个神医。”我说：“不是啦，只是我理解说，疫病呢是要从这个六气里面之一，所以我刚才杨医生提到是。”其实病人进来说呢，当然我们要第一要求他把那个舌苔来了啊，舌苔颜色伸出来之后呢，大家看到了什么？一层很厚的、很白的、很腻的，然后嘴巴很苦然后很干这个舌苔上面的颜色呢，告诉我要从这个湿气里面呢去医这个病人。啊，他前面看到的问题呢，我后面我看到的问题，他们看不到问题，我依他的是就是后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是啊，我一旦抓住重点了，我的药怎么用，所以我就非常的强调方法医病的方法，所以我会用什么方法呢？所以这个湿气怎么医呢？其实说穿了啊，我明白，但是我讲给大家听。首先呢，第一，你要祛湿，怎么样去？把它从小便、大便，把那个肠胃里面的湿气呢送出去。意思，可能我们要倒推一些，就是说湿气在别人身上的那个症状是什么呢？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对。所以湿气的症状很多很多，可以讲是无所不包。每一个问题的源头啊，都可以找这个湿。这个湿，你刚刚我们讲过六个字嘛，是吧？风寒湿燥暑火。这个湿气是跟我们先天八卦的哪一个字会有关联呢？原来就是艮卦是控制这个湿气的。在这个六经里面呢，它是讲太阴跟阳明，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医的一个专有名称了。但是我们学中医也好，如果病人能够从我的口里面了解医病的方法之后呢，以后你们对于身体的问题啊。也可以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能够通过我的讲话呢，如果能够提升大家对湿气的了解，甚至讲刚才我讲过，病人走进来说拿着拐杖的很多典型的我在我看病的经历中有一个病例呢，我印象很深，他躺在床上不会动。翻身不可以，就等于西医讲的中风了就是，他又病人又不愿意去医院，后来又讲说可能家里有些人的意见说他是中降头了那请了降头师来解降，结果也是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后来我去看他之后呢，我讲你的小便很黄很臭。很短，就是尿很少。但我从这个点上面呢，我帮你解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就可以起来，没有所谓中风。所以这个湿气啊，它什么样病症都会出现，是我们要从哪里了解它的湿呢？当然刚才我讲这个舌苔上面的白白厚厚那个，嘴巴苦苦那个，这个是湿，我们首先要了解的。然后第二点呢，病人的。这个肤色，当一个病人
接近魔术，我会看到他的脸上的颜色是青黄的，然后偏成黄色比较多。哦，那为什么会出现黄色呢？因为我们的湿气啊，刚才我们讲跟那个艮卦有关了，艮卦呢就相当于我们讲五行里面的土了。哦，这个五行的土呢，是我们五脏里面是哪一个脏腑呢？原来是脾胃。当你的脾胃问题出现在里面了，那我们怎么去调？怎么去医啊？这个就是我的工作了哦。当然，刚才我讲过，如果我在这边也略略透露一下给大家知道，湿气呢，刚才讲过，从小便排出去。从大便排出去，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的医病的那个效果呢就大了。当我们身体的湿气消掉的时候呢，脸上的第二天的脸上的黄色会马上消失掉，哦，但是黄色里面加这个青色的时候，它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呢？原来它不是单一的脾胃的事。而且还跑到什么肝胆上面的气哦，就是所谓的风。它这个风进来的时候呢，它跟湿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民间很多病人跟我讲：“哎呀，我有风湿，我的风湿很重哦，所以我要找医师医我的风湿。”他说：“我风湿的时候腰酸背痛脚痛。”对的，这个也是症状之一，但是。你当然只是医他的脾胃的湿，病也是医不到。你要从其他的青色看到的那个风啊，风很重要，切经风。这个风在身体里面的跟肝有关联，所以我就把两者一起用药的时候呢，才可以达到我的这个疗效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医病呢，当然一个湿气呢，它可以跟风做朋友。也可以跟寒湿做朋友，他可以跟那个燥湿做朋友啊。听到燥湿的时候一个病人说咳嗽咳了已经半年了，我说你吃我的药，一个星期里面就好。他说你敢打包票这么厉害啊？后来我说你没有试耐，我说你试试看。结果他真的在吃一个礼拜后找回来，看到我咳嗽没有了，好了。哦，所以是我们医病抓住源头的时候，原来是要医什么？燥跟湿一起医啊。所以你医它湿，你不医它的燥，那个也医不到。所以六经啊，六气的这个6个字啊，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搞我们翻天覆地啊。就像我们自然界里面，一个11月份。天气很湿，但是如果加上我们的风来，然后狂风暴雨来了，它的天气从湿上面又加了那个风，对不对？所以把古人呢，把这个身体呢当成四季，春夏秋冬。当你的寒跟湿做朋友的时候呢，那个身体里面很冷，会伤到那个脾胃。所以我发现到我们中医看病呢，就好像身体的春夏秋冬。如果我问病人的时候，病人讲大便一个星期没有，拉不出，或者3天5天拉不出，因为这个燥叫找谁医？找肺跟大肠。有时候我不是医他的咳嗽嘞，我医他的大便通畅之后呢，他咳嗽就好了。哦，所以这个叫本，医病的本呢，就是非常的重要，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中医师会有体会的哦。而且很多时候我把五行这个木火土金水接到五脏，然后来看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不要讲病人我们同行呢。他会也抱着怀疑的眼光，这样也可以看病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功夫啊，有没有学到这个层面啊，非常重要啊。嗯。如果看看大家在这方面我们交流一下，你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提出来，然后我能够知道的，我就跟大家讲解答啊。稍微喝口水。这样，医师，我问一下啊，刚才你有举一些例子啦，就是有一个病人躺在床上的，有一个用拐杖的，这些都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极端的那种的那例子啦。但是平民在路上走的街的人，他们也是有湿气嘛。那些人的症状是什么呢？我本身的是腰酸背痛啊，其他人呢会怎样呈现呢？对，就是腰酸背痛、双脚酸软啊，膝盖酸软啊，很多时候都是从湿跟风那边呢引起的。只是现在我跟病人讲，说你要医这个风这个湿，病人有时候说会怀疑说这么简单吗？你医我这两个字，那我病会好吗？所以很多时候病人也在怀疑。所以我们假说你吃药吃半年一年不会好，把吃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会好，为什么你不要试呢？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们的理解就是说，怎么样找对人做对的工作，是简单的问题很少还是简单的？你只要对症下药，这个六进六出就是让我对症下药，对症下药之后呢，我们的病就无所谓病。然后身体自然的自己会好，这也很简单。我通过我这么这个简单的这个分析跟解释，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收获意思你可以讲解一下，现在人的那个现代生活啊，有什么饮食啊，还是习惯是导致湿气容易袭那个身体的呢？其实这个湿气呢，是在哪个脏腑？首先，我们要了解湿气是从脾胃那边来的。脾胃呢是装食物的，所以古人也讲了一句话："病从口入"，对不对？所以这个"病从口入"呢，却是真的。尤其我们古时社会跟现在社会都是一样的，在汉朝的那个时代啊，他们出土的文物来看，他们研究这个平民百姓的跟个。就是那个做官的官僚里面的吃的这个做法，都是以这个大锅，然后把菜呀、肉啊，全部都在一锅汤里面煮的盆菜，啊，就是现在渐渐的我们这个社会呢，尤其我们开放了嘛，也受到这个中国的饮食日本的饮食的影响，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天气这。然后一年呢，到晚都是处于夏天。然后在这个夏天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五脏六腑啊，当然也会跟着这个夏天的影响，多少会受到一些破坏。当我们饮食不注意的时候呢，如果说我喜欢吃偏向于辣的，我比较喜欢吃煎炸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脏腑呢就是胃。他们就会受伤了，而我们是不明白我们饮食里面吃到的某些东西让我们受伤了，因为我们没有进一步去研究。就是说，比如你现在的那个舌苔颜色打开来看的时候是白色厚的，它这个告诉你要吃什么为主呢？是清淡为主。现在我们的小贩的是饮食文化。你坐下来，小贩的要求是给你们好吃的，要好吃，当然就是什么，放很重的调味料，是吧？盐啊、糖啊免不了，加上我们香料。那谈到香料呢，很多时候我们中医啊，其实看到小贩或者说我煮的人呐、如果放大量的桂皮啊、丁香花。八角那些咖喱粉那些偏向于刺激性的那些草药素呢，通常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把问题带出来了，所以吃大家要下点功夫要看很重要。意思你会建议说，我们大热天很多人喜欢吃冷的东西，
喝冰水啦，吃冰淇淋，天气热嘛，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带湿气进身体的一个源头吗？对的，因为这个湿气呢，它是无孔不入的。除了饮食，还有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像我们打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现在走到满身大汗，我们中午吃饱饭之后，从外面的小贩中心走到办公室，哇，吃完饭很热，然后空调调大，身大汗。满身大汗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的毛孔是张开的。当你忽然间把这个很热的身体毛孔张开的情况下，那你又进去那个很冷的冷气，说哇很爽很舒服的那一刹那，其实我们已经把问题的这个寒湿的一些问题啊，冷气里面的这个冷啊，我们讲寒啊，已经不知不觉呢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去了，哦。如果我们的阴气身体的这个状况不好，正气不足，当你到了晚上冲个凉休息一下，哎，发现到有点发烧了，发现到有点不舒服了，双酸兼痛了啊，这个就告诉我们中医讲的邪气嘛，讲的这个冷气啦、燥气啦啊，来犯我们身体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新加坡。常年都有机会出国，我们有机会去到北方，所以北方那边寒凉的地方呢，当你把这个寒气带到身体里面去后，再回来新加坡，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冬呢上以寒，春必温病。所以我们已经古人跟我们交代清楚，你如果要注意在寒冷的地方呢，怎么样去避免把这个寒气带到我们身体。然后再带来的新加坡时候呢，我们就不知不觉就生病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明白，哎，为什么我从国外回来的这么累的就生病了？其实不是的，是我们的四周围的饮食也好，环境也好，都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呢感染到这些病。所以前面的，所以我们就中医就看法说环境累。有外环境，有内环境。环境很重要，环境就是说你要看天气气候嘛。所以我们的内环境里面就五脏就肝心脾胃肾，也跟着我们的季节呢来调适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通过静坐呢，它也是会有一种能耐呢，把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很快的去加强正气的时候呢。化解那些邪气，其实是静坐呢，我是非常强调的。所以杨医生也提起，他也喜欢静坐，所以我们在想，这个身体的正气非常重要。所谓的正气也叫做胃气是吗？胃气抗邪。对对对，这个气在中医里面很多很多，很多。有这个各式各类的说法，但从静坐里面来讲也有很多，所以不能是气。的概念呢，让我们又爱又恨，哈哈。那你要用它，那你也要防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如果大家有兴趣接下去的这个话题里面呢，我们也会让大家增加更多了更多的知识。那我也很愿意通过这个杨医生的介绍啊、撮合呢，我们大家可以分享。那这个分享很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Facebook 问一些问题啦，before 我们去那些观众的问题我再一次问一下。比如说我自己的情况，我的外婆也会告诉我们，OK，天气热流汗不要马上冲凉，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呢、对，就是刚才讲。皮肤的毛孔开嘛，这样你突然进到冲凉房里面，水是冷的嘛，就是那些热水了，同样道理的。当你毛孔开的时候呢，那个水就是一个问题，进入我们的皮肤。来，我看一下天，请问是晚上穿袜子睡觉会不会减少湿气？其实这个穿袜子睡觉，当然是我们的
生活上的经验告诉我们了，到了这个冷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脚下面呢，通常很容易吸收到这个冷的气。当然，穿过一层袜子之后呢，它是告我们保护我们，不要真切的受到那个寒气的影响了。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如果睡觉前，可以泡点温水10分钟来去睡觉，肯定那一晚呢也很好睡啊。只是大家要勤劳点，怎么做一个保健的啊？所以这个除了真的温水之后呢，再穿袜子。那一个晚上一定很好睡，一觉到天亮。哦，这样我也去试试看。有一位观众他问：多吃肉会引发湿气吗？这个肉啊的吃法很多种。我们一块猪肉拿在手上来讲，鸡肉是鱼肉的，我们可以蒸，可以煮汤，可以煎，可以炸，可以焖。所以通常我们通过这个。煮的方法说呢，是把问题带到我们身体，不是那块肉的问题带我们进我们身体。因为通过那个火烧烤 barbecue， 等你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把那个燥气热气带到我们的脾胃了。如果你可以吃蒸鱼，很好啊。如果你吃蒸肉，很好啊。那你的脾胃很舒服啊，没事啊。OK， 下一个问题啊，天使问：吃饱后不要马上冲凉，也是这个道理吗？吃饱后，因为我们吃饱的肚子总是很大嘛，对不对？当你在做洗澡的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到你这个笨重的身体啊，要去洗刷这个身体的外部数啊，我发现你也是有点难度，或者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了，只是大家。要很细心的去了解，当然你赶时间，当然一次半次当然是无所谓了，对不对？只是我的看法是，能够吃饱饭的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半啊，才冲凉也是很好。这是算是减少身体的负荷。对，那不必要的负担。可以下一个观众，听说红豆汤和薏米水可以祛湿，是吗？其实。薏米呢有两种，一种是中国薏米啊，一种是我们讲西洋薏米。西洋薏米其实薏米本身确实是有祛湿的作用，它可以利小便啊。利小便的这个过程呢，我们讲就是可以对湿气一点帮作用当然也不说，当你湿气太重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湿气也帮不了忙啊。所以就是要病从浅中医。调养保养也是平时做的。如果是你发现到自己湿气了，我帮你煮，其实对问题是帮助不大。但好不必要做了。所以中国薏米就有那种排湿还有利尿的那种功效。还有，是不是可以讲解一下？因为我们人的体质也是有分很多嘛，所以是不是说有些人的体质比较容易遭到湿气，有一些人的体质比较容易发热，是这样子讲解的吗？我发现到这个身体啊，在很小的时候，通过父母亲的这个饮食习惯呢，他已经很早的给我们定型了，对不对？那我来做比方啊。因为我们的父母亲都是从中国南来嘛，早期的时候，他们的想法说，水不要喝这样多，水是偏冷的，所以他们的印象就告诉我们说，水不要喝太多。但对现在的社会呢，现在的环境呢，根本没有帮助的，对不对？所以水是应该多喝的，但是就这造成。我们身体里面缺水嘛，你一缺水的时候，身体的热气更多，慢慢的就出现了嘛。所以从小父母亲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带给孩子的很重要。所以谈到这边呢，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很多时候病人跟我讲，我这个是遗传问题，我的父母亲有，我们也有，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你应该加多两个字。
饮食遗传，哈哈。父母亲吃的那一套方法，我们跟着父母亲生活30年，30年过后，我们组织家庭搬出来住，结果搬出来就是说，我们又怎么样？跟着父母亲的方法再煮30年，所以这饮食的遗传呢，让我们的这个病啊，父母亲有的我们也有。如果父母亲很喜欢吃偏甜的，糖尿病肯定有嘛。我以为我们30年加上自己30年50年，哦，你太咸也这样，太辣也这样。如果我说从小喜欢吃辣，到了这个30年外面也是喜欢吃辣，所以把这个辣的这个力量呢，破坏力量呢带到我们身体里面去。我们不知不觉的啦，就是说我们忽略了那个饮食的那个问题了。哦，我相信经过大家我这么一提的话，大家会注意一下。所以怎么样改变饮食方法之外呢，改变什么？煮的方法要改变。哦，如果父母亲那一套煮的方法呢，不要再延续下去。好像我的父母亲比较偏向于煎炸。然后到了我们自己生活时候，因为我们读中医嘛，我们就面向于蒸的、熬跟这个煮汤的，就改变了身体的体质嘛，对不对？哦，所以就是很小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忽略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说这样吃没问题，其实问题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叫遗传，对不对？所以我的看法是，饮食遗传很重要。孩子在妈妈的怀里面的时候，有带着先天之气，然后过后出来就有后天，就是饮食啊、环境啊造成的。对，那肯定，因为如果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好像他在怀孕期间喜欢吃榴莲，结果吃了2、3个月榴莲出去生产，结果那个孩子又偏向于发热，所以这时候孩子出生为什么会湿气很重，皮肤会发黄所以这些都是父母亲给这个胎儿的，所以父母亲的饮食习惯呢非常重要，那个时候呢要。这个保健的话呢，就要非常小心那个饮食。但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哎呀，我是怀孕的这个妈妈，我要吃，家里人要迁就我啊，我是伟大嘛，我怀孕嘛，所以很多时候用这样的概念呢，强制自己吃了很多不应该吃的食物了，所以这个是要明白，明白就好办，不明白就难办。讲一讲啊，这个时间都半个小时过去了。这样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过后可以放下来，记载在这边。我们下一回我们可以提到下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也会放出一个poll，让人家选下一回我们将会谈的问题。我们下一回应该是12月至今为止我们打算1个月一次啊。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是问题很多的话，可能我们会更加时长看看医师的时间可以不可以。医师你医师的那个网站叫做zhongxin.sg，是的，现在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比较简单了，中心到 IG 就可以了。zhongxin.sg，里面可以看我的这些书这些书里面我放在里面电子书了，我叫电子书了有电子书可在以在里面点击看。意思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其实要讲东西是很多，当然我一下子要把它全部讲给大家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半小时里面，当然也要给我点时间那我们就或者可以，大家有问题呢，我们就可以现场里面跟大家简介大家这个交流一下今天非常谢谢黄医师来今天跟我们分享给我们增加不少知好，这样今天我们谢谢。的健全人类的就到现在为止到此为止。OK，谢再谢，见。再见，再见，OK，拜谢谢大拜。家，谢谢大家。